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选定方向的？选定社会组吗？还是这个科系？我们先从当时怎么去从自然组跟社会组去确认你要读社会组，好，这样帮助 学弟们在选系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参考。好，那以及你最后在挑选科系的时候，你最后为什么会决定就往这个方向？因为我看你面试的全部都跟语言类有关。对，只有一个是传播。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会很好奇你是怎么样下这些决定的。哦，好，很长的故事。我们慢慢听。可是就是如果是从选组开始讲的话，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是自然组的人，就是甚至是到我们是高一下，就是高一上到高一下那段时间分组的嘛，我甚至是到高一的时候我都还有点想选自应该说那个时候我都还想选自然组，可是就是高一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后来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就转而选择社会组。对，然后其实应该是说我有点是从科系然后推回来去选组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你是先有志向的。就是可以这么说。对，好，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就大约确立了志向，然后是为什么会确立这个志向？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如果有很清楚志向的人，我觉得就不用害怕，就是如果你很清楚知道你喜欢什么东西的话，你就往那个方向去冲去努力，当然很好。可是像我的话不是这种人，就是我就是有点应该是说我对每项东西我都没有很讨厌，对每项东西我也都没有很喜欢，就是有点中间这样。然后其实很多人会很羡慕的一点是我在每一个方向都还可以，就是不会像说有些人可能就是自然科超烂，然后就没有办法就是念自然组，或者是有些人就是社会科备科超烂，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念社会组，类似这样很大的差别。我只是举个例子。对，但是我不太是这样，我就是感觉两边都还可以。对，然后就是真的要往某一边发展，如果好好努力的话应该都有机会。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是也很犹豫，就是如果有这样的学弟妹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会蛮犹豫的。尤其是因为在我们之前几届才变成五选四嘛。对，然后所以原本如果是五科都考的话，就是我爸妈还有我自己都会比较想要留在自然组。因为当你五科都要考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在自然组不是要故意这样讲，可是延平有时候真的对自然组的资源比较多一点点。对，某些方面啦，不是全部，我觉得老师同学那些都很好，可是就是有时候有一些资源分配的问题或什么，就是自然组可能真的会稍微好一点。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我如果是要考五科的话，我一定会留在自然组，不管我未来的志向是什么。可是呢后来变成五选四，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刚说国三的时候有点就是有一个过渡期会蛮累的，就是进到重点班直升重点班的时候会蛮累，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好，但是我自己当时去选社会组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原因是我觉得自己需要换一个环境，因为我在那个直升重点班自然组因为重点班大部分都是自然组的人啦，所以我就会直接说那个时候是自然组。然后就是我在那个环境当下，我那时候的心理状态我觉得自己其实有点待不下去。所以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逃避或者是给自己另外一个机会。对，但是我后来就是为了要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环境，这是其中一个小部分原因，然后我就选择社会组。对，然后
如果要说，就是我刚刚说志向回推回来组别嘛，然后我其实也，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想说社会组跟自然组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去想说，哦，那如果我念社会组的话，那我有什么东西可以选？嗯，比较大方向来说的话，大家就是文法、商，然后传播之类的这样子大方向的分类的话，那我自己其实不喜欢法政学群，就是我很确定，以我的个性跟整个学习的状况，我都不是很喜欢法政学群，所以我一开始就删掉这个。然后，文跟商的话，其实我也有想过我要不要念商科，对。然后可是，那时候我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因为，就是高一的时候数学太差，然后我对商科我就有点没有信心，对。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哦，那不然我就往文这个方向去试试看，因为我也很喜欢学语言，但是我目前还没有学很多种，但是就是例如说就是在路上或者是在旅游的时候碰到什么可以学习新的语言的机会的时候，我就会学一点点学一点点这样子试试看，对。然后我其实是很喜欢，然后再加上外文系主要是英文嘛，或是有些学校是英文系，就是主要就是英文，那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英文，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哦，好，那我就往这个方向先走走看，因为真的就是很多做决定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很明确，就连我现在我都不确定自己做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或者是好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做了这个选择，那我就好好把它做好，对。我觉得这个心态很重要，既然第一其实你一开始其实是算类似用三句法的方法，一个月三，我觉得这方法还蛮不错的，因为其实我讲真的，你要一个从16岁的小朋友就叫他决定未来大致上面对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太难了，真的。所以就把他们讨厌的东西先删一删，剩下的我们再挑看哪些路行得通，对，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啊、然后你既然决定就不要一天到晚后悔，我一直会鼓励家长啊，其实你就让小朋友做决定，不然的话他长大以后都会怪爸爸妈妈对对对，那小朋友要学着自己去做决定，不然 家长也很辛苦，对、啊、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我来说做选择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困扰，是我，对，就是我爸妈都会让我自己去选择，对。然后有时候他们也会跟我说，就是就算这一步真的走错了，就是你的人生也不是就真的就只能这样子一路走下去，还是有很多转圜的余地或者是一些其他机会。 OK， 好，我们讲实在的，你在选科系的时候有考虑到未来工作这件事情吗？你是兴趣选项还是工作取向的？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好说，好像有点都不太是吗？兴趣可能多一点吧。那你刚才说了都不太，我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如果有我的学生他想要选可能外文系或者是中文系的时候，家长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因为家长很明显的嘛，就是工作取向，所以我很好奇你会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应该是没有吧。没有，就是我爸妈蛮支持我自己做的决定这样子，对。然后可是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是有想要念的科系，可是父母希望他用工作取向去决定，对。那可是我其实觉得例如说念文的科系好了，也不见得以后就真的会工作不好或是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很多念文的人可能研究所或甚至大学的时候就会修不一样的东西，接触更多，那在文还蛮大程度上一方面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有更多机会去学怎么灵活运用这个语言，其实很重要，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其实会
运用语言，我自己觉得还蛮重要的。对，而且我觉得未来的薪水跟这个人比较有关系，我觉得跟科系比较没有关系。哦、像以工作来讲，我们系的同学每个工作出来都差非常大，差异非常大、嗯，所以我觉得跟人比较有关。对。我就是说，就尽量让小朋友自己决定。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分享、订阅，拜托，谢啦。